现在是星期三，五一假期。今天呢，我就要去 Glamage 拍一个业配，然后顺便去试纱，可能会找到我 Second Machine 的裙子。然后下午我就预约了 Sassy Lessie 要 try 他们的婚纱。今天是我第一次跟我老公一起try 我们的 wedding dress 呀。是我昨天在 Jack Russell 买的什么 Hokkaido Susu。Braid 最近它好像很红，所以我做一个 banana toast， let's try。my god， 这个面包真的很香。OK， 现在呢，我已经来到圣维州这里了，然后马上要去 Glamage try。到啦 ！OK， 现在就已经来到 Glamage 了。这个是我选的。OK， 现在我一口气直接穿了八件。然后我是蛮喜欢的，要再 try 多几件看，然后 wedding day 的时候就能揭晓我会选哪个裙子。OK。真正 official 试纱的一天，所以